经常有学员啊，在他就是比方说画树，这是一棵树啊，看得清楚吧？好，然后这里画一棵树，这里画一棵树，一二三，甚至再来一棵树，就是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签名会有是比较的清晰哈。好，大小一样，形状一样，这样子这就完了。啊，它排队了，这是不舒服的。然后大小一样了，不舒服的。有些学员，哎，这里又画一棵树，这里又画一棵树，这里又画一棵树，是吧？好，然后再画一棵树，再画一棵树，最后，大家看画出来以后，这是个什么形状？我叫它垒钢管式的这个就是画树的方法。这个树画出来的话，就非常的什么样了？就非常的这个生硬呆板啊，形状上啊各方面它就没有疏密关系，没有艺术感啊，画出来肯定就是很死板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就可以把它擦掉一点，看稍微擦掉一点哈。我要画树的时候要保证这个树呢有高，我们可以用铅笔稍微的勾一下啊，用铅笔稍微的勾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大家有没有在临摹我的画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有？如果出现过这种的钢管式的哈，你们可以在屏幕上打一个一，我看看有没有学员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么特别是初学者啊，最容易就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在评画的时候啊都会遇到这种。好，我们灵儿已经打出来了哈，有这种情况。那怎么能解决这种情况呢？大家看哈，我首先，但是我现在在画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就不用再考虑用铅笔了，用怎么样了。哎，但是你们在画的时候，作为初学者的话，你可以，比方在临摹我的时候，先用铅笔，你比方先勾一下。大家看，这个树有这里突出的。是吧？有这里突出的，哎，有这里凹进去的。它首先第一个这个形状的话，它就有变化，啊，形状上就有变化，是不是？这呢，而且高度的话，这是一棵啊，比较高，是吧？比较瘦的一棵树，这是一种。好，然后呢，如果我要在这边画的时候啊，我把这个树表画到前面，哎，大家再看。这个树的话明显它又是什么比较胖比较矮的一棵树，大家看它这个就高低就有了。这后面如果再来一棵树的话，这是一棵更高的树，是吧？更高的树，因为什么？因为能够在这么高的树的这个后面还有树的话，证明这个树比这个树要怎么样，要高出来，你才能够看到这后面这个树，所以它更高。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好，我们现在先用这个点子笔哈，啊，先用这个钢毛笔，那个叫铅笔，先用铅笔画出这个树的形状以后，好，我们再点哈。在点的过程中，我们刚刚笔已经调好了哈，这个。比如刚刚我们调的时候，我说了这个树在前面，这个树在前面的话，那我就可以啊，先把前面的树先画好。在点的时候，大家看，我们点字笔用三支点字笔呢，在点的时候，它由于这个笔比较怎么样呢？它比较大了，是三支点字笔啊，所以说它一笔就是一大点啊，一笔都是一大片。在点的过程中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才开始的时候笔上的水分会很多啊，不要水分很多，那我们就点哪里呢？我们就点这个下面啊，点下面。点的时候不要笔啊，不要一直都是一个形状，在点的过程中根据树的它的这个顶部的朝向不同，哎，要注意去转笔，通过转笔来调整它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你看我边点的时候哈，才开始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比较深，是吧？比较块面比较大，啊，一般来说树的下面就让它怎么样了？让它深一点，然后点着点着，鼻上的水分就怎么样了？就少了。这个时候就往上过渡，你会感觉到很自然的就由深，是吧？逐步到淡。这里的淡是指什么呀？是指你看，我们在点的时候，就刚刚这个点的时候哈，刚刚我们用铅笔勾的这个树冠的这种情况哈，哎，我们就根据它这个情况，你看我已经点了，其实这个鼻上水分很少了，但是我觉得哎，这下面让它再多一点，我又使劲点，它还有大块的面积，那就是我力道的不一样，用的力道不一样，就是我用的劲更大一点，它就可以。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画，是不是？我没有换任何一笔，没有换任何的这个墨色，但是你会感觉到，哎，下面深，上面亮，是吧？哎，这样子哈。当然，这种点法呢，是这个违背社会。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的一种画法哈，是先长树叶，然后再长的是什么？再画的树枝，我们不管这个违不违背哈，关键是我要画出我想要的效果。好，大家现在可以画一下哈，可以画一下啊，要注意它的重点是下面块面大一点，啊，下面块面大一点，然后呢，逐步边点鼻上的水分。在逐步减少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逐步它就比较亮哈。点好以后马上发到群里，然后我根据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再点第二棵树的时候再给大家讲一下要领。有学员还是速度很快哈，就已经点出来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树点出来，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在点的时候，那个点字笔要随着这个树冠的方向不同而去调整这个树的这个方向。你现在你明显感觉到你的这个笔啊，它你看同都朝左边，都朝左边去。这个就证明你在点的时候笔的方向没有掌握好哈，形状都还是可以的。哇，可以，大家速度还是蛮快的。第二个点的比较好哈，第二个我们就不说人了哈，我们只是看看大家画的。哎，第三个那个笔也还可以，但是上面稍微的深了一点，上面稍微深了一点。第四个其实点字笔出来了，但是你的笔的方向没有去那个弄好啊，笔的方向没有掌握好，所以说中间有几笔横着的，显得不太舒服哈，啊。哦，都看了一下哈，都看了一下。哎，还不错嘞，我觉得大家点这个哈，就证明你们点字笔啊，基本上都比较成型了。这个点字笔不是那么容易好点的，好多学员拿到点字笔，三支的点字笔好画一点，到了一支的点字笔是非常非常要制作好久才行哈。有些真的还是点的不错。像老岳这个点的还是蛮好的，
好，我基本上看了哈。你们看哈，我现在基本上呢，就是说看了看大家点的这个，总的来说，我们同学们手上的这支点字笔啊，现在都还是非常不错，能够通过大家发出来的这个哈，哎，都能够点出这个这种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啊，这是非常好的。我开始在上课之前，在这个点之前，我专门说了，我们在点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因为每棵树啊，它朝向都不一样。那你就算它朝向一样，我们在画的时候都要让它有变化。所以说它的朝向不同，我笔尖的我那个笔的点的时候朝向就不同啊。好，这样子的话，你的画面才有变化。你不要，我的笔已经成了这个形状了。然后我在点的时候，我一直用这个形状在点，最后点出来都是统一的，朝一个方向。里面有很多的笔组啊，都朝一个方向，那就点死了。所以点着点着，哎，我觉得这个方向有几个点了，可以了。然后我转一个方向，是吧？再点，它是不是就有变化了？好，我们现在根据大家那个已经出现的问题，我再点第二棵树，一样的，我们这里调点颜色。在调的过程中，大家看，基本上因为刚刚在最后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笔上的墨啊都用的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已经非常的怎么样呢，就是都很干了。这个时候好，我们再把它从笔尖到笔根全部把水弄饱满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刮笔要根据画面的需要，像我今天这个树是点的比较大，那我们就这个笔上的水分就流的多一点，如果点的比较小的话，笔上水分就流的少一点啊，就根据这个画面的不同来决定这个笔流多少水分。流好以后大家看啊，我在盘子里要揉一下，揉一下以后我们看看，就把这个笔啊中间本来是这么捏着的，哎，揉揉揉就揉开，是吧？就揉开一点，这样子点出来点子就漂亮啊，就漂亮。我看老师，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哈，为什么散不开了哈。刚刚我没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但是我现在已经给你解释了，要笔在盘子里揉开，揉一下就点开了，然后只要把它揉开了，在点的时候啊，就会越点越开，越点越开啊。你刮笔，你光刮了以后，这个笔是就刮了以后它收拢的状态，是吧？它是收拢的状态，你在点的时候它就容易一会儿往这边偏，一会儿往那边偏。如果你是把它开的时候呢，然后越点越开，越点越开啊，这样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哈。好，大家看，我刚刚先把这棵树，是吧？我们点出来以后，因为什么？我后面大家看我这里有个形状，初学者的话可以把这个勾一个形状，勾一个形状。好，再点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比方说，我要再点的时候，我首先你看。我首先我把这个地方啊点得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深啊，点得非常的深以后，哎，我们再看这里，它这个树啊，刚刚我们在这个画点的时候，大家看这边哈，就是没有它衬托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树还不够亮啊。但是我这里点了以后，马上再看这里，它很亮了，是吧？好，这个时候要注意哈，你看我这里就点成一个圆圈的，是吧？马上就要把它往上延伸。我们在点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如果是不变化的时候啊，你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就不好看，因为笔锋没有变化。怎么办呢？你比如我点到这里，点了以后
你看我起笔的时候笔锋就已经就转了，转开右点，这个时候哎，我觉得这个笔因为一直往这么点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横的线条竖的线条，如果一直不变，这种线条一动就死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觉得哎有这种线条出现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怎么样呢，把它转一下锋，是吧，它这个就有变化了。刚刚还有学员在画的时候呢，我说了让这个比较深的是留到哪里，留到下面啊，顶上这里就不要点太多。刚刚还有学员呢把这个顶上点的太深啊，太深以后你在做色的时候啊，各方面啊，这就不舒服啊，不舒服。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画了以后，刚刚这几笔是为了给，这是反面教材哈，不要去学这几笔哈。好，然后但是为什么我敢点呢，因为这里反正深啊，所以说这里反正深过渡，你看在点的时候要注意哈，我这个竖是画的这么高的哈，竖画的这么高的啊，所以这只是现在一小半。如果这个点子哎一直点下来都觉得很舒服，你就不要去换笔尖啊，就不要去转动笔尖。如果是点着点着你这个哎它就因为墨干了或者怎么样不舒服了，你就去转笔尖。我刚说了这棵树比较胖，这个树呢就让它比较瘦，你不要这个树这么胖，这个树又画一个横着的，到这后面又画个横着的，那就不好看了哈。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初学者哈稍微用铅笔啊勾一下就一个好处，它就能控制整个画面，是吧。我现在用铅笔把这个圈勾了以后，哇，基本上画到这里啊。有时候实在那个你觉得可以往上一点，它就八九不离十啊，八九不离十。如果你比如说是不画这个圈，画着画着就没边了，就跑了多远了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哈。哎，你看我到下面，到下面的话我又把它虚一下，点一下，目的都是什么样呢，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这个树，你看形状就出来了，是吧，整个这个树的形状就出来了。这么一出来以后，大家再看，你看这里很深，是吧，然后逐步逐步过渡，这里很亮，一会儿这下面画树枝，这里画树枝啊，这是下一步再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画了以后，同学们再画一下，就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我刚刚出现的问题哈，就说你比方说你看我这里面像这些地方就是一条一条的线，这个线呢不能太多了，是吧，不能太多了，如果是这里也是这里也是到上面都是，那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无所谓，因为这些线到时候树枝一接是完全看不到的，一点点没问题。好，我们看一看哈，已经有学员都已经画出来了。你看明显我们第一位同学发的哈，明显这个第二颗呢就要比第一颗厚重多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那种转锋不够及时的，显得有其中有好多条这个斜着横的线条感觉到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树啊在撑的时候还是要争取点到位，点到位以后基本上一会儿在整形的时候稍微处理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你现在你中间还有留空哈，就是明显是没点到位的。
这个第二张这个是你这个形状完全就没边了哈，跑到以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形状都不是我这个形状哈，而且没有把它衬好。第三棵树，第三个画的这个哈，我觉得也是有这种情况哈。其实你的点子笔从顶上看已经点得很好了，但是你看看里面啊，下面呢它朝一个方向，中间的朝一个方向都斜着的哈，这个太多了，所以显得就不是太好哈。对，第四棵有点乱，第五棵效果不错哈。第五棵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但是我因为我是把它放大就跑着走的哈。第五棵呢其中有一点点斜哈，就是第六棵我觉得还可以哈，都不错。现在我大概的吧，就是先看看你们的这个情况。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看了大家画的这个刚刚点的这个树哈，我刚刚看了一下，其中呢，首先第一个哈，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点子笔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你们可以这么说吧，你们买的所有的三支点子笔都是我亲自制作的。我每支笔啊，我要去挑选它。第一，长短差不多；第二，毛要差不多一样长，就笔毫要差不多一样长，啊。第三呢，就是在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哈，它那个笔要往哪边靠啊，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说他们都不会做哈，憋着我。其实我这个就是。有时候太能干也不见得是好事啊，就憋着我每次来制作，所以你们那所有的三支点子笔的啊都是我亲自制作的，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特别要讲究这个哈，所以说从你们在点出来的这种效果来说，现在无非就是说在点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笔啊没有调好的话，你比如有时候我用手势看得更清楚一点哈，把它一个圈以后，这种状态是最好的。但有些人调的笔呢是扁的，这种扁的一点下去，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这么斜着以后呢，然后你不管它的时候，多点几笔以后都是这么斜着的话，形状就不好看了啊，好几个出现这个问题的哈。所以一定都要是怎么样呢？都是要圆的状态啊。所以说你每次在刮笔的时候，把它刮成。这种圆的状态以后，然后再一揉一揉，把它揉开。你不要刮笔的时候就是扁的状态，一揉还是扁的状态，啊，我说清楚了吗？好，然后，你看哈，我们这个树哈，这个树是吧？长得胖，啊，这是最能让你们听得懂的画法哈，啊，那个画啊，这个树呢长得瘦，它高，就有变化了，啊，就有变化了，是不是啊？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要画第三棵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又画一棵这么大的树跟它一样的，这又没变化了。所以说由于有了这一棵的这么高的树把它挡住以后呢，这个树即便是比它高，但是它只露一小点。我们再颜色还是这个颜色，我就不调整过来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在刮笔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怎么样呢？把它水分上哈，就比第二棵这个水分呢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第三棵树啊，它树的这个树的大小它是有变化。怎么办呢？你可以先点这些地方，从中间开始点。你看，我们稍微点几笔以后哈，
马上就把这个数要称出来。刚刚还有学员在称的过程中啊，我们一定是要紧挨着这个边缘把这个数称出来。你不要怎么样了？比方说，我要把一会儿把这里要称出来哈，我这里还留个空，那就不要留空了哈。一定是要有变化。你看，我现在笔锋又有变化了。这个时候都可以去调整，就说不是说我的这个点子点到了什么样子就必须是什么样子，我根据这个后面的需要，要调整它。把它画舒展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三棵树，一棵胖一点的，一个瘦一点的，这个呢其实很大了。如果是没有他们的话，你看这个树多高了，将近40厘米了，是吧？所以说它比它还要高，但由于他们两个把它挡住了，所以它显得小一点。这样子，一横一竖一小，这就有变化了，是吧？这就有变化。我们今天呢就画这三棵树，把这三棵树画好以后，大家现在就可以画这第三棵树哈。画好以后，跟着马上我就要用什么，叫给大家这个去，就刚刚说了嘛，先点树叶啊，然后画树枝，这是例行的哈。这本来应该是在万物生长当中画树的时候哈，肯定是先长树枝，然后再长树叶哈。我们是逆生长，先把树叶长出来再说然后再画树枝来。大家可以稍微画一下，正好喝点水。我要点名的话，因为你们这个上面的字太小，我还必须把你们头像点开哈，才这个哈。我们看看哈，第一张这个画出来哈，是安东梅的哈。这张呢就是在点的过程中，你是单支的点字笔吧？是单支的点字笔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像我们这个还需要制作哈，单支的点字笔的话，它需要蛮久的制作哈。你比如说像你们今天，我就给大家正好说一下，像我们这个大家拿到这支点字笔是吧？这单支的，
像我们今天大家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哎，在点的过程中，就会像第一张安东梅这个哈，啊，第一张这个，它在点的过程中，你看基本上都是圈，基本上都是你点的圆圈，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单只的点字笔，它四周不像三只的点字笔有依托，啊，它三只笔存在一起的话，有三个面是完全紧紧的，就是依托到一起，大家互相依靠，然后在点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中间就有支撑了。但是点字三只的点一只的点字笔有问题什么呢？它四周是没有靠的，它在点的过程中就容易散开。容易散开以后呢，一散开点的时候就是起圈子，就容易起圈子。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我也有研究的。当时在我没有去研究出三只点字笔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我就一直用单只的。所以我是怎么制作的？就是你们今天在点的时候哈，点了以后，然后你不用了，今天如果你不用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点怎么点哈，你把这个墨啊，胶墨，绝对用最胶的墨，把它给弄好以后，把笔刮干，把笔啊，就是胶墨的状况下把笔刮干，不要洗笔，就放在边上。你明天你再用的时候，你把笔往水中这么一泡，大概一分钟就软和了。好，然后你拿出来又怎么用？又一直该用就用。用了你不用的时候，再用胶墨把它蘸好，蘸好以后你放到旁边，以此类推，7到15天。好，这样子目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每天你用胶墨把它弄好哈，你在洗笔的时候，你只能把表面洗干净，里面呢它是残留的有墨的，是吧？好，然后逐步的通过这么7到15天这种制作以后，然后笔中间啊就会慢慢的它的胶墨啊再粘到一起，然后嘿，中间就有这么一团，这个时候四周散开，中间有一团，就能点出这个效果了啊。这个我应该说清楚了，你们在回去的时候制作的时候就回去就可以制作一下，因为每个人好多人这个前100名报名的哈都会有这个都会有。当然你要选择掉宣纸的话就没有这。第二个我觉得画得非常好哈，我看第二个是孟燕的哈，孟燕的点字笔已经用得很到位，而且形状各方面该深的深，该亮的亮，就要这么点出来效果才好。第三个，其实第三个的点字笔应该是很好，但是就是由于你在点的过程中笔的那种转动的变化还不够哈，虽然你这的话也点的不错哈，厚重啊都有了，但是其中看得出来有很多的这个变化不到位哈。第四颗呢，点字笔也是非常好啊，点字笔完全点出来了，但是形状上哈就感觉像一棵树一样的。来，第五棵树点的好啊，第五棵树也是点的非常不错的哈。第五棵树叫什么？李玉金啊，李玉金这个是还是点的很好的哈，好，就说前面几个啊，后面第六啊、第七这些啊，反正我现在看了看哈，有些的这个形状太瘦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哪一棵，但是这个比较黄少卿的哈，你的就。明显这个树的营养不良哈，所显得特别的瘦。好，刚刚呢大概看了一下哈，首先第一还是说了，通过这三棵树的点法啊，就说你们基本上呢可能这段时间也在用这个哈，也在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笔哈，我看第七棵这个也是点的好哈，我看点的非常好，第七棵我看看是谁呢。第七颗是那个灵儿的哈，这个都是点的非常好。第八颗就是上下差不多颜色了，差不多颜色就没有这种该深的深，该亮的亮哈，没有该深的深，该亮的亮。所以说
你们现在手上这个点子笔呀、都非常好用，都非常好用，就是在用的过程中回去以后等能看回看以后，好好的再看看我说的一些今天我说了点这个点子如何点好哈，我说了很多的这个方法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几种要把这个点子点好，还有几种很好的方法，我给大家再说一道。第一，我们可以通过笔上的水分的多少去控制这个点子的过渡，深浅，通过水分的多少就可以控制哈。第二呢，在画的过程中哈，通过力道的大小，你比如说有时候我笔上已经满干了，这个笔上水分已经满干了，但是我把笔放在纸上压到下面，让它停留这么一秒钟再拿起来，是不是同样这个就是很干的情况下我还是能画出一大片，或者是我这个笔上还有很多水分，我只需要蜻蜓点水似的在这个上面啪点了马上拿开，它也是就能点出这种哈，就说力道的大小，还有就是速度的快慢速度的快慢，有时候啪啪啪啪点得很快，有时候点慢一点点慢一点，让它这个，所以这三种都能够通过这个点的方法的变化，然后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我们就用一支什么呢，这个中式环，这个中式环笔现在基本上大家好多人手上都有这支笔，我们画山石画树叶这些都有用的哈。我们首先第一把中式环蘸水，蘸水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毛更顺毛更顺。你看点好以后，把它弄好以后，然后我看这里面还有这里还有颜色，还有墨色的话再加一点吧，把它弄好以后刮笔，你刮刮刮刮得很干。我们在画这个山石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说把笔要打扁怎么怎么样，但是在画这个树枝的时候，大家看我这个笔基本上就是收拢的状态基本上就收拢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这棵树开始画，你比如说首先第一，在画的时候大家看我这个树不是画的一个圆圈，是有的地方凹进去了，对吧，你看这里也算凹进去了，是吧，有些地方呢凸出来了，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这里，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你看最突出是这个位置我就首先第一个往这里就往这里画，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给这个树叶留点往上长的空间，不要把这个树枝全部到位，就全部把它画到顶甚至超出它那就不好看了一定要给它留一点空间。你比方说我们这里这里是第二高的地方那我们你看只到这里就够了，就不要把它画到顶了，这边又突出，这是因为刚刚给大家说了树枝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往这个树叶都是往有树枝的地方长，这个地方凹进去了就证明它这里没有太大的这个没有太多的树枝，都是一些小树枝你比如说你这个树如果你解决了，然后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这个就方便多了当然点子笔一定要学会使用它，这是可以这么说吧，这支点子笔
是我们画彩墨山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支笔哈，虽然很简单，其实也是用很少的这么一个就能得到的一支哈。好，大家看，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时间上呢它一个也差不多哈，就可以画这一支哈，方法都是一样，我先把它画了以后你们再画哈，方法都是一样。首先第一，这个树你看它是最高处，这里突出的地方，这里突出的地方它就有变化，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枝干画得很深，这是第二组枝。好，这个地方第三组织，你看这么一画了以后，马上主要的枝干就已经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画这些次要的，两种握笔的方法我都教大家。第一种握笔的方法呢，我是开始就是你看我这里手是有点脏的，把手这里靠着它，然后去画这些线条，这是第一种握，就是说画线条的方法。第二种呢就是悬空，悬空呢就是有一定水平的学员，你看就可以悬空去画。大家看哈，我现在都属于是怎么样呢，先把主要的枝干先画了，画了以后在画的过程中也是边画边转笔尖，就通过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笔尖的转动，就可以画出不同朝向的啊这个线条。大家看，哎，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三棵树啊，大的感觉就画出来了。通过这个一画以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树丰富了，有层次了，有骨了，是吧？就有骨架了，就跟我们人一样的。如果人就是一堆肉，他就瘫在那里，因为有骨架了以后，整个人他就精神了，是吧？这也是一样的哈，这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我们再画哈。已经有学员画出来了哈，第一个就是画出来的是徐俊哈。为什么你画的这么快呢？因为你这个画法还比较粗糙，这个画法还比较粗糙哈，就说是，你看你几棵树啊，几乎没有把它分开，啊，几乎没有把它分开，显得还比较粗糙哈，就有改变哈，就有改变，叫雨川哈，就有改变，不错。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听了我画的话，然后再
配合什么呢？再配合这个练习，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复杂。但是呢，他把这个方法一拆解了以后哈，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就看你怎么去，怎么去学习，你的学习态度怎么样。现在我们好多学员都还在画的当中，有些都画的非常不错哈，有些画的像最后一张上传的是，这个鲤鱼精哈，现在目前它是最后一张，你看这个，开始我还跟你说了，你点子点的很不错，哎，再把这个树叶一画，但是出来了哈，但是树枝还是太那个啥了啊。有时候简单没问题，我马上还有下一个步骤还要画哈。哎，怎么只上传一点，只有这一点好看吗？这个梁玉华只上传了一小段，肯定只觉得这里好看。好，我们没有时间等太多哈，因为我们还有好多的别的方要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只小笔。大家看这个笔呢，几乎每个人都有啊，几乎每个人都有哈、啊、这个是我们小狼毫。好，小狼毫站好以后哈、啊、你看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刚刚在画的时候哈 这个还注意讲究一下那个它的树枝的造型啊，你看它还注意讲究。现在这个小狼毫去以后啊，根本就不管它了啊，稍微画一些右向点子，因为笔很小嘛，右向点子，右向这个树枝的这个线条，你看我们再点一下呀。你看我这里画了，这里画了以后，你会觉得哇，这里就非常的协调了，跟点子的协调。但这里还没画，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太粗糙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哈，很重要。好多学员就没有这一步的话，画出来这个就非常的粗糙。这个小狼毫也同时可以画出比较粗的一些线条，觉得哎，这里这个线条还不够，那我们就不是太舒服了。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把它全部画出来，有些该粗的地方就画一只，画点粗线条都可以。也不一定太多，哎，有一点那种感觉，也可以悬空。就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些又像是点子，又像是这个好，你把这个画了以后，我就说了，由于我们的三支点子笔，它笔头很大，有时候呢，在点的过程中，你看，这就是一笔。是吧？
啊，然后呢，他会这个圆，这个圈太圆，啊，这里不是太舒服，都有这个可能性。好，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微调，哪个地方太圆了，哪个地方太不舒服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笔，通过这个点啊，把它点的自然一点。来，这个地方稍微点上两点，它就很自然了。这些都是满满的干货哈，你们只要认真学了，因为画面上哈，别人看这个画面精不精到啊，那就是这些就是很重要的一些环节哈。多余的点子，多余的亮点，哎，都可以通过这个整形。都可以通过这个整形来把它好。我们现在先别忙讲那个出枝哈，下一张画就是正儿八经要出枝的，这个是点字笔的画法，现在讲不到出枝上去哈。好，现在我们可以稍微画一下哈，我就把前面几张给大家说一下，以后然后我们就已经三点过了哈，我们现在可以这个开始画啊，开始画，给大家也就休息了吧，有休息你们就画，等你们十分钟以后，我们把这个画，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画要注意什么，这样子就可以节约时间了。好，我们准备上课哈。这个刚刚我看了看大家画的画哈，总的来说呢，好多学员还是画的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最后画树枝的时候呢，啊，本来之前点子点的很不错的一些学员，树枝它的穿插不过关的话，就显得有这个树啊，它的立体感就不够了。啊，没把它层次画好，当然其中有些还是画得很不错的哈，有些学员还是画得很好。我刚刚看到，我看看，因为这个一跳啊，一下子找到了哈。现在有一个比较多的问题，我一定要给大家说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初学者，他会有个什么情况？你看我在点的时候哈。这个点子哒哒哒哒哒在点是吧，这个包括点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这个哈，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好多学员呢，他就是为了把这一丛树撑出来，他就这里走一圈是吧，然后这里走一圈，好，然后又不过渡，就明显有这么一条线，一条墨线在这里，不过渡的话就很难看啊，一定是要注意在点的过程中要逐步过渡哈，这个很重要的哈。这个另外就是点子，刚刚有学员说了，哦，就树枝啊，让讲一讲树枝的分支，马上我们就会给大家画另外的树，因为这个树枝没有太多的去讲，画强调树枝，这个树枝它都很模糊的，到时候颜色一做啊，你会感觉到里面有树枝，哎，又有这个树叶，它是融为一体的啊，所以这个不单独去讲树枝哈，到时候我会单独的去讲，给大家讲树枝的哈。大家再多练习哈，你们有些学员已经画得很不错了哈，但是呢，还有好多的学员，基本上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有70%的学员还不行哈，还不行的话，你就可以在回看的时候认真的跟着我再练习，好吧？至于里面后面这个该怎么衬，以后我会在画完整画的时候再给大家去衬它哈。一衬它效果就非常好了。
对，我们其实就四个磁铁，只要值是比较平的啊，差不多四个磁铁的话，就能够让这个值非常的平整。如果觉得哎还不够平整，那再加两个磁铁，把这个位置上再加一下，这个位置上再加一下，那就相当的平整了。在画的过程中啊，就很舒服哈。特别是马上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画的一种树哈，我们接下来要画这个树的时候啊，我们这里调点颜色。首先第一，还是将就开始这个墨色。你看，我说，因为刚刚这个笔在画的时候已经很干了，所以说这里就要把这个笔啊，充分的由笔根到笔尖一起刮，刮到把它笔要刮的笔要怎么样呢？整个锋是聚到一起的，整个锋是聚到一起的时候，你看稍微要有一点打扁的状态。哎，大家看这个扁呢，比画三十呢要好一点哈。画三十我会把它刮得更扁一点啊。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要画一棵树，在画树的时候，我画树哈，我会怎么样呢？就说不会像有些画家一样的哈，先把这个树能外轮廓画出来以后再画里面的皴法，我不一定哈。我是喜欢怎么样呢？啊，先把里面，大家看哈，哎，这一笔你们看像不像三十的画法，是吧？你说我马上现在在里面稍微撑一下，它就是石头的画法。哎，但是我要画树，我怎么画呢？我是先画树的里面的撑法啊，再根据这个需要啊再调整它，这就是一根主要的树干啊，主要树干。你比方说我们画了以后，我有没有调笔，有没有怎样？大家看我这一笔画下来以后是这样子的哈，这个笔就已经很怎么样了，已经弯，你看完全是，你看往上的哈，往上翘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把笔锋这么一转，笔锋这么一转以后，它就又用到锋上了，你看又用到锋上。好，我就去找这里面的一些结构啊，你比方说我们就可以，你看这么一画，其实很简单的一笔，马上也会感觉到这个它的一个形状。把这笔画了以后，好，这个里面很多树它都有树节，是吧？它的把这个树节一画，画了以后，再根据这个这边这个树的关系，好，我们再看这个树的树干，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了？我还没怎么去画它这个树的纹理啊，刚刚这一笔，这个很随意也很写意的一笔哈，现在通过它以后就感觉到它就是树的阴影部分了，是不是啊？它就好像这个树这里这一块是凹进去的那一块的部分，那就是我们作为画画来说哈，那个就是比较树林比较大的树纹非常的漂亮的这些树来画它。哎，大家看这几笔稍微动一下，这几笔就已经很漂亮了。把它画了以后就要去怎么样呢？你比如说哎，我们这里就可以出一支，在出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哈，特别要讲究的就是我找张纸啊，这里就要讲究，就要讲到什么呢？就要讲到我们这个出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我们有时候哈，在出这个枝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刚刚画了这个哈，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先画一下哈，比如这是一棵，这是一个树干，是吧？有很多人呢，在出这一枝的时候呢，包括我开始这里已经就把它就封死了，是吧？好，有些人在出枝的时候，他本来这里还可以，结果到了这个地方啊，他这样子，就感觉这个枝啊，随时都要掉下来的，都要断掉，他没有把它很好的衔接啊，这个是一种。好，还有更加要注意的是什么样呢？就说我们这里已经出了一枝了哈，你看我现在把它稍微变化一下，我把它稍微变化一下，马上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就出出来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时候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啊，一般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这是一条，比如这是一根线，这是一根线，千万就不要怎么样来，就不要再画一个树枝。好，你看就出到一个点上，就三根树枝汇集到一个点上，这是大忌的大忌哈，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情况要注意哈，出枝的时候要注意，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经常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画好以后，是不是哎，经常会有这么一个穿插，哎，这个如果是画的好的话，你看稍微有几笔出来马上就很协调了，是吧？哎，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突然这里又画一棵树，画这个树的时候，你看我要这个线又穿到这里来啊，你看这是一根线，这是一根线，然后这又是一根线，又穿成一个像那个像一个米字一样的哈，怎么哈？反正就是交叉到一个点上，大忌啊，这个是千万不能这个就说是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把这个枝啊从这里出来，是吧？从这里出来，再什么穿插一下，它就好了。所以说我们都要注意哈，然后呢也不要画到这里以后，比如这里出了一枝，好，这里出一枝以后，这个地方又出一枝，是吧？然后有些呢它是这样子，一枝出来以后，对吧？这里出一枝，这里出一只，这里出一只，啊，也有这种情况，这个很死的哈，啊，这个很死，这是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哈。好，大家可以稍微把这一笔练一下，把这几笔练一下，我们放大一点啊，让大家看着。我看已经有学员发出来了，你看我这里其实就是寥寥几笔哈。哎，但是这个树感的这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而且用笔上画这种线条的时候还要特别的显得有弹性，有金丝味啊，有金丝味的这种线条啊。大家好好说来，这老师什么叫金丝味的线条啊？就在画的过程中，这些线条啊，你看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变化，里面有飞白的啊，这种哈。这块画的不错嘞，前面两个都画的很好哈，第三个呢，突然一下子就下面很粗，上面很细哈，啊，第四个也画的好，总的来说。我开始看到你们画的哈，就是注意这种比较这个看得比较清晰，哎，但是又不是太粗的线条，你们的力度还不够哈，力度还不够，这个是要注意的哈，这个在画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锋扇，就是我刚刚说了，你比方说我来，我们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看哈，
我现在这个地方哈，大家看我的笔是不是啊，非常的正啊，没有斜也没有歪。但是我一旦画了这一笔以后，我们再看这个笔，它是不是就往上了。好，这个时候要用到风扇。怎么样用到风扇呢？把笔转动，转动以后，然后哎，你看我又可以把那个线条画得非常的精细，但是又可以画出很有金石味的线条啊。这个就是在画的过程中，你看我这个里面变化是非常多的，不是这么一笔没有变化下来的啊，它是要有什么样来，同样弯，它是有顿挫的，是有顿挫的，不是这么飘飘的下来的啊。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啊，我刚刚专门给大家说了一下怎么样去出枝。你比方说我现在这一棵树，你看这个边缘已经没有地方给我去画了，全部都已经有线条了，哎，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很好的啊，又把枝出来还要很协调呢？你比方说我现在这里哈，你看我们画到这里以后就稍微有点空间，稍微留点空间，把它画下来以后，好，这个时候大家再看我这个是不是很自然的啊，就把它从感觉到就从这个树上长出来了，很自然的接过去了呢。因为什么啊？因为我刚刚这一笔只是它这个树中间的一个纹理的撑，一个撑的一个方，那个它不是最终的这个树的形状。这里根据情况，哎，我觉得还要它粗一点，那我又再粗一点，我觉得还不够，我还可以让它再粗一点，是吧？它都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来调整它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好，比方说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哈，你看这下面就有好多的怎么样呢，就有好多的这些线条，这线条还没完成，它现在感觉到好像有点乱，是吧？哎，我很简单，我这里有这么一根线条以后哈，我稍微把这个线条这么一画，大家会感觉到哦，这个树还这么大吗？那是因为什么样呢？我这个地方你看，这要画树根，这个树根，哎，有些地方让它有点圈，就感觉到哎，它这里还有变化。哎，大家看这个树根是不是有变化了？千万不要把它画成像一个碗一样的哈，说碗状形。我这里稍微少一点，这一支稍微长一点，就让它有变化。但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树根不要画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树它上面是很粗的，那你下面很细，那肯定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你看我叫逐步逐步的有所变化了，哎，就画到这里吧，就画到这里，让大家画一下，因为我再画的时候你们就不一定知道怎么画了。我现在先把这个，对，就画到这一步，先画到这一步之后你们再认真的去看一下，看了以后然后先把这个画出来，要不一会儿我画多了以后你们就乱掉了哈，大家可以画一下了。我现在就主要是看你们这个用笔把那个金丝腕的线条画出来没有。目前呢我看了看目前整个的这种感觉上呢，大家还是基本上还要，因为这个是要一定的基本功的，要一定基本功。哎，好像下面看不到吧。你看，有好多学员已经画出来了。这种竖纹的这个撑啊，好多学员他都画不好，都画不好，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啊。比方说今天我画的这个哈，如果你们只是临摹我的画册，那可以这么说吧，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哎，但是你现在看到我画了这么一张画，你比方说，哎，笔没有变化下来的啊，它是要有什么样来？同样弯，它是有顿挫的，是有顿挫的，不是这么飘飘的下来的啊。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啊，我刚刚专门给大家说了一下怎么样去出枝。你比方说我现在这一棵树，你看这个边缘已经没有地方给我去画了，全部都已经有线条了。哎，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很好的啊，又把枝出来还要很协调呢？啊，你比方说我现在这里哈，你看我们画到这里以后就稍微有点空间，稍微留点空间，把它画下来以后，好，这个时候大家再看我这个是不是很自然的啊，就把它从感觉到就从这个树上长出来了，很自然的接过去了呢？因为什么啊？因为我刚刚这一笔只是它这个树中间的一个纹理的撑，一个撑的一个方那个，它不是最终的这个树的形状。这里根据情况，哎，我觉得还要它粗一点，那我又再粗一点，我觉得还不够，我还可以让它再粗一点，是吧？它都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来调整它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好，你比方说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哈，你看这下面就有好多的怎么样呢就有好多的这些线条，这线条还没完成，它现在感觉到好像有点乱，是吧？哎，我很简单，我这里有这么一根线条以后哈，
我稍微把这个线条这么一画，大家会感觉到，哦，这个树还这么大吗？那是因为什么样的？我这个地方你看，这要画树根，这个树根，哎，有些地方让它有点圈，就感觉到，哎，它这里还有变化。哎，大家看这个树根是不是有变化了？千万不要把它画成像一个碗一样的哈，说碗状形。我这里稍微少一点，这一只稍微长一点，就让它有变化。但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树根不要画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树它上面是很粗的。那你下面很细，那肯定就不行了。这个时候，你看，我叫逐步逐步的有所变化了。哎，就画到这里吧，就画到这里，让大家画一下。因为我再画的时候，你们就不一定知道怎么画了。我现在先把这个，对，就画到这一步。先画到这一步之后，你们再认真的去看一下，看了以后，然后先把这个画出来。要不一会儿我画多了以后你们就乱掉了哈，大家可以画一下了。我现在就主要是看你们这个用笔把那个金丝腕的线条画出来没有。目前呢，我看了看，目前整个的这种感觉上呢，大家还是基本上还要，因为这个是要一定的基本功的，要一定基本功。哎，好像下面看不到吧？你看，有好多学员已经画出来了。这种竖纹的这个撑啊，好多学员他都画不好，都画不好，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啊。比方说今天我画的这个哈，如果你们只是临摹我的画册，那可以这么说吧，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哎，但是你现在看到我画了这么一张画以后啊，从第一笔起笔到最后画成这样，目前这样，哦，你才知道它有前面的景色是吧，有前面的这个当光部，像这些地方前面当光部，有后面的比较背光部是吧，它有啊过渡，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前后层次的用笔了，啊。这我看了哈，有好几个学员还是画得很不错的哈，嗯。像徐俊啊，这个是谁？一笑而过，啊，都画得不错哈。有些呢线条它就是有点变化少了，
有线条变化少了，有些呢就画成一团黑了，啊，像老月啊啊这些都画得不错哦，这个也画得好，李玉金这个哈，这么当然这几个学员我一直在提你们的名字哈，因为跟着画他这个肯定会不错，你们再跟着画了以后，然后再然后等我再回看的时候再认真的去再学习，你们会进步很大的哈。当然这里面还是有这些要，因为还是以表扬为主吧，因为要是这个说哈，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哈，像这个像王丽哈，我们并不是批评你哈，就是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线条的变化啊，线条的变化，你的线条水分太少，水分太少的时候画的线条都是毛很毛糙的哈，王丽上面这个是谁啊？利剑，湖南的好风哈，这个像你这个也是哈，就一团黑了，一团黑了，线条不要去重笔。好，我们这里准备，我也不要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说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时间了哈。来，我们这里画到这里哈，画一下，大家看，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哈，你比方说这个行笔。你看它是有节奏感的是吧，一笔就下来了，哎，千万不要去画的时候就是画不出线条来，然后一笔一笔的去拖啊，这样子的话啊你就会觉得这个就不太舒服了哈啊，因为看这些画呀，就是线条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刚刚说了，这个只是一小块，我们啊，因为是那个什么呢？画树枝或者画树根，那鼻上的这个墨啊就少一点。好，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你看。后面的这一块呀，我稍微深一点，把前面这个衬出来。好，衬出来以后，我们说了哈，并不是等于说是，我这个地方已经画满了以后，我就不能画了。很简单，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话，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哈，哎，这后面虚一点，我在画的时候，这里我在处理的时候呢，哎，这个地方到这里就收住了，到这里把它拉得很长，大家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就很好看。如果你们在画的时候哈，哎，这边拉很长，这边又拉很长，一个喇叭形，这就不好看了哈，啊，这就不好看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像这个时候啊，我如果把这边画了以后，那如果我从这里出一支好了，这种画你画的再好，哪怕你的笔法已经画的不得了了，但是如果从这里出一支，这种画就是败笔了啊，就不行了。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什么，一定是要注意它的一个线条的变化，还有出枝的这变化。像我们把这个
顶上这里哈，我基本上画到这里的时候啊，都会让它深一点，但是一定要注意深归深，它要把它衔接好，要把它衔接好啊，把这边你看深归深，它要把它衔接好，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还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这个树不要突然一下子，哎，这个你比方说可以根据情况哈，不要突然一下子，这下面很粗，是吧？然后一分个叉，一下子这里变得很细，这不好看了。哎，他们都要怎么样呢？逐步由大，逐步到小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到小的一个过程，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你看，这么再一个出枝也是。由小逐步到大，到这里跟它衔接，很自然的衔接。一般到了这个地方啊，它叫大一点、粗一点，好让它有个衔接。千万不要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哈，比如说我要画再画一个粗枝的话哈，我这里很大，到这里就不管它了啊，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随时要掉下来了，那就行哈。所以说这里。哎，它要粗一点，它才能够接得上。你看，我把这里画了以后，我们啊，这个时候每一笔，大家看我速度很快，但是我每一笔我都非常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啊，你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交叉点了，是吧？那我现在在出这一笔的时候哈，比方我要出这一笔的时候，我肯定是绕开它，是吧？或者我要再出这一笔的时候，那我不要，千万不要这个地方又来这么一条，把它给从它弄成一把叉，是吧？这里也是一样的哈，三线接着一点那就不行。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你看这个地方，哎，我都会。绕开它，你一旦把这些技法它的穿插搞懂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好像我根本就没考虑是吧，好像在随便的穿插，其实不是哈，我每一笔我都非常的注意它的穿插，只是因为我画的比较熟了，熟能生巧，是不是？好，把这里画好以后，我觉得这一只跟这一只如果不产生一点关系的话，那肯定不行了。那怎么样让它产生关系呢？就是树枝的角度。大家看，我现在这个树枝的角度，如果是这么粗枝，它就90度，是不是？啊，我现在基本上呢，它45度，我这里再来一只的话，就是。它是对称的，都是90度，啊，基本上呢，现在就是要注意，就注意什么呢？注意它这个变化。好，你既然这里是45度，那我这里度数大一点，角度的不同才能导致它们互相的穿插。你看，我这里一穿插。它后面的这一只可以把它画的深一点，你看就把前面衬出来了，是吧？它们两个如果再穿插了以后，好，这个时候你看又再穿插，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在画的过程中，不管怎么画，这个笔锋都要转动，在转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怎么能画这么细呢？我很多是用的什么？局部的笔好再画，啊，很多用的局部的笔好，然后每一笔都要送到位，啊，
啊，然后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注意我们要学会去控制这个树的这个变化。控制什么树的变化呢？就是树形。你看我现在在调整树枝，好吧，这里调高一点，至于这些小的就无所谓了哈。啊，这个小的就是我刚刚画的那种比较细的那种哈。调整树枝就是调整树形。今天我这段话呢，我简单一点哈，就稍微粗几枝就够了。啊，我把它一调整好以后，哎，这个就上来了。上来以后，这凹进去，这又再突出，这又再突出，是吧？这个形状就很好看。好，大家可以再画一下。每次呢，我是觉得给大家这个，如果是画一小点就马上给大家画呢，时间太紧张啊！你看，马上又到四点钟了，啊，真的速度过得很快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要稍微慢一点，有学员就提出来，老师能不能稍微慢一点？我刚刚就说了，我要稍微慢一点的话，那就基本上大家如果同意。大家如果同意我一节课就只讲两棵树，那就可以非常慢。但是你要一节课讲三棵树的话呢，这个时间上哈就非常的要讲得很慢，就用的非常的多。你们看，你们如果觉得我讲慢一点，大家都如果人很多的话，我就讲慢一点。现在你们可能觉得我讲得快，其实那个你们在回看的时候可以不停的去往后拉，比如这一节我看得不舒服，是吧？很有劲啊，我这个好像还一下就进去了。同学们打开了吗？打开了以后，我看了好多人说没网了，我觉得我开始把我退出来，马上就进去了。大家的话把它刷，直接的话重新，如果是看不到了的话，重新退出再进一下，啊，重新退出再进一下。大家这棵树都画好了吗？画好的话发到群里啊，发到群里。
果是这棵树啊，画好了的话发到群里啊，老师看一下大家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着重给大家啊指出来。好，我看到有些学员说已经就好了哈，不错哈，现在专门讲了一下这个是树枝的穿插，好多学员还穿的还是很好的，只是因为什么样呢？就是你们在穿的过程中，这个手上的基本功，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多锻炼啊，多练习啊，所以说呢，就觉得有些线条啊，还不是这么流畅啊，这个可以说每一笔送到位啊，还送的不到位，显得有点飘啊，显得有点飘哈。你看我们最后这个人哈，这谁的？这个凤枝哈，你看你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在这个出枝的时候，这一根枝就明显感觉到这边粗这边细，就随时啊都有可能断掉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这是一个。第二步呢，在它的这根线条也是一样的哈，你知道弯过去以后突然就变得很细了，没把它衔接好哈，没把它衔接好。就最后这张零二这张呢，我觉得基本上哈也是都可以哈，就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要注意这个也是衔接哈，也是就是那个出枝的时候它怎么样跟这个枝条啊跟它衔接好啊，注意它的枝与杆的一个衔接，你的根部啊这些都画的还是不错哈，都画的不错。好，我们现在因为刚刚突然出过一个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哈，突然这个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哈，大家好多人都要重新进一下，要重新进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我们现在这就开始这个调点颜色吧。我们开始这里调点颜色，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就可以调成红色。你比如说我们把笔洗一下，大家看这么一洗它啊，基本上洗不干净哈，我也不准备把它洗干净，因为反正这个颜色要点两层的。首先胭脂色，笔里这还有一些墨，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颜色要把它调得非常的怎么样呢？要调得非常的这个厚重啊，要调得非常的厚，才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就是这树枝啊挡得住。我们流出来的树枝基本上就要怎么样呢？流出来的树枝啊，到时候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些地方哈，我觉得哎这个地方树枝很密，我需要它，你看我需要它这个把它挡住一点，树冠的地方可以把它，这个跟我们开始的话完全就反过来的哈，这种形式啊就是树冠的地方要把它点的比较点的比较深，逐步下来就虚一点，是吧？逐步下来虚一点，然后有些地方
你看，我就有些地方我就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不是胭脂和曙红哈，是胭脂和这个朱标，我就没有曙红这个颜色哈。如果是胭脂和曙红的话，你这个就出问题了哈，啊，因为我就六种颜色。哎，大家看，这个一样的，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要干什么？要注意这个笔，你不要朝一个方向。你觉得有些地方我让它挡，需要挡住的，那你就把它挡一下。哎，有些地方需要虚一点的，哎，又不虚，又点了，但是这个数字又出来的，那我就让它出来。这样子就通过虚实的变化，哎，你就可以你看我这样子大胆的点下来，这个树你看，我同样是颜，同样的颜色，由于我点的重量的不同，它有些它就把树枝挡住了，有些就虚了，是吧？把这里点了以后，好，我们这个地方再看，我这个树枝树叶都是长在树枝上的，我这里一点以后，因为这里树枝蛮高，它这里点的高，这里呢矮一点，我就不可能还点这么高，是吧？我不可能再点这么高，让它就成那个圆圈不好看了。我就会把这个来把它点一下，点一下以后，然后把这个它比它高一点，这个数值把它高一点，我们看看哈，它会出现点了以后有个什么情况。好，你们看，现在这里哈有虚有实，实的地方是吧？这个块面比较大的地方，它就是顶部的，我就说顶部这里深一点，逐步下来就开始虚，这些地方就很虚。这样子还没开始画，但是整个的这一层的感觉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这所以说每次我们画的不同，出现的这个技法就不一样啊。中国画像我们这个画特别讲究的，你实我就虚，你虚我就实。这个时候我们以后在画成这种这个完整的构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说哈，你们就按照这个去画。哦，他们有些学员都研究，
现在好多学员就点出来了哈，在点的过程中呢，就要注意哈，有些学员呢在调色的时候调的比较深，啊，这个墨太多了哈，调的比较深，有些呢在点的过程中一重一重的，它点的有点太散了一点哈，稍微散了一点，我看看具体说到谁的，你比方说王占贵的哈。啊，它就是你点的浓度还不够，啊，还不够哈，再可以顶上，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顶上，让它深一点，你顶上就很虚哈，所显得这个树的立体感还不够。像下面这张呢，这个就颜色就深了一点，颜色深了一点，而且也是点的很虚哈。也是点很虚，你看你的树感都已经非常的深，当然你这个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突然一下子下面很粗，突然一下上面就很细哈，啊，这个是谁？基本上呢，现在也是哈，这个也是用点子笔哈，也是用点子笔。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画了这里以后，我看了看大家哈，就是注意几个问题。第一，颜色不要点的，就是你笔上的墨啊，你要把它洗一下，不要太深啊，点这种形式的树啊。第二呢，就是在点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上面要把它点的深一点。啊，要点的不是深一点，就点的块面大一点，用笔，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笔上的颜色很多的情况下，哎，去点最顶上，不要把最顶上点的太虚啊，这样子它才好看哈，啊才好看。我们把这里点了以后，来，我们这里调点颜色，这里基本上你看。我这边调了以后，这里差不多用的差不多了，好，直接蘸朱标，大家看我现在这个，这颜色就已经非常的稠了，太稠了以后呢也不好啊，因为它就点不开，所以说我加了一点点水分，好，大家看我们直接基本上直接蘸朱标，比刚刚那一层呢，就明显比刚刚那个呢要亮很多了，是吧？这个是干什么？我在它的树冠的地方还可以再加一点，还可以再调的亮一点啊，也不是亮一点，就是刚刚那个颜色水分再多一点，在它的树冠的地方。在它的树冠的地方，哎，包括有些地方，你看，我会连这个树枝又再挡一下。大家看，我点了这一层以后，就比这个没点的明显就怎么样了，就要更加的，是吧？更加的厚重了。说这个也很重要哈，把这个顶上，你看。我有意识的在顶上就让它这一层要注意哈，不是说是每一个地方都得去把它点到位哈，下面我不一定点了，我只需要在上面点了以后逐步过渡一下，啊，逐步过渡一下。你看我们这一点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它这个就特别的怎么样呢？啊，特别的厚重。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把笔洗了，马上把笔洗了，洗了以后大家看哈，我直接洗笔，洗了以后使劲把笔洗干净，在这里调这个红的颜色，
就很淡，很淡的红的颜色。干什么呢？我们就把下面啊，刚刚我们画的比较虚的这个哈，下面这些地方通过这个直接就将就这个稍微用比较浅的这个在下面过渡一下，在过渡的时候多余的亮点可以通过这个颜色把多余的亮点把它压一下，可能有些说了，哎，这里没画树枝，没怎么样，为什么可以啊？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远处的，远处一点的。我把这里画了以后哈，这只是画了一棵树哈，如果比方说，哎，我这里画了以后，我这里再画，后面再画一棵树，是吧？这里再画一棵树啊，一条路走进去，它就是一张很好的小品，啊，就是一张很好的小品哈，可以用朱砂代替哈，啊，可以用朱砂代替，这个是可以的。好，大家看，基本上这个树就点完了，当然还有些点台呀这些哈，就是后期这个都无所谓了哈，我们到时候后面再画完整画的时候会教大家。啊，这只是这么一个程序给大家一画，啊，大家看，当然我们觉得，如果你觉得，哎呀，这样子点了以后还想再亮一点，还想再怎么样呢？你完全可以在顶上啊，这个地方点上两点，它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树冠处这个阳光啊这些啊照着的，让它很亮的感觉啊，这是一种啊。大家可以跟着画着就继续跟着画，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哈，现在我们已经4:13了哈，休息到。现在
好多学员哈已经把这个发了哈，发了以后统一跟大家讲一下哈，基本上呢大家都把这个树画出来了。画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有些学员很注意到的，虽然这两只我分开了，但是最终在点树的时候啊又把它连起来了，但好多学员呢就把它怎么样了，把它分开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时候在点的过程中，你们仔细看哈，你可以放大，放大一点，大家看我这个树中间是有很多的什么啊，是有很多透气的地方，是吧，是有透气的地方，但是很多学员在点的时候呢就把它点的完全不透气了啊，完全不透气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样要透气啊。第三个的时候呢，你看 我有很多的这种有实的，有重的，有亮的，还有虚的，是吧，有淡的啊，这样子的话它这个树就有层次啊。有些学员呢基本上就也想，但是他就是在点的过程中吧还没有点的这么好啊。当然没关系，我还是说的哈，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今天是因为跟着我画肯定很紧张啊，因为我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并不是太多，肯定很紧张啊。如果安排的时间多的话那些不画的人呢他们就觉得你空着这么多时间肯定不好，所以说我们就你们主要还是回看的时候呢，然后认真的去再跟着我画，然后我每一笔每画的一笔啊每怎么样我都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个就讲到这里哈啊。主要就是要讲究透气，是吧，树枝之间呢这个画的时候没必要到位，有些树枝就被这个树叶完全挡住了，哎，但有些树枝它又露出来的，在露出来的时候还要讲究它的透气的地方，是吧，这个就这几个重点吧啊，你们要注意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再画一种哈，再画一种，也是我现在给大家画的哈，都是常见的啊，都是常见的这个一些，在我画册里啊。出的最多的最常用的一些画法啊，所以说都是这几种哈。现在我们先给大家，我们先调整颜色，基本上呢因为我现在没做色，所以说这个盘子里的这个水脏就脏点都无所谓的哈，都无所谓的，但是一旦在烘匀啊在做色的时候，那个我对水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啊，我们现在如果这个朱标没有了，可以用山绿代替。山绿也是矿物质颜料，能够使这个墨啊这些比较怎么样，比较稠。好，你看，我一笔下去，再画下面的，再画这个顶上的时候哈，一定注意笔要柔。揉出这个树冠的地方，好，边画，好，这个时候你看，大家看这个里面这些纹理啊就出来了啊，这个纹理就出来了。当然你也可以在画的过程中，把这个边缘强调一下，是吧？强调一下。由大，这里逐步到小，到这个哈，不要突然一下子就是一样大或者一样小啊，这个要注意。好，我们这一笔画了以后，笔上的这个水分就明显少了，少了以后，我们再调一点，还是刚刚那种颜色哈，
还是刚刚那种墨色就不单独调过来了，把笔刮一下。这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叫注意我要画下一棵树的时候哈，好多学员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画这边的时候哈，他比方说啊，这里画了一棵树，是不是啊？好，跟着来再画一棵树，好，然后再画一棵树。你看，大家看这个画法对不对？这肯定不对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它没有讲究它一个高低错落疏密关系，它都是等距离的，高一样高。你看宽则也是一样，在种树的时候有可能会啊一排一排种的都是需要一样大小的啊，但是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那就要注意了。哎啊，这个就像我就是我每次非常形象的就是说，比如说哎，我们这里这是爸爸，用笔用侧立风的形式，用侧立风的形式啊，然后一般才顶上的时候，顶上呢它由于水分比较多，基本上是比较饱满的啊，基本上是比较多的。哎，画着画着鼻上的水分就少了，好，然后呢你再画它的话，哎，就会出现这种飞白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哈。好，这个呢妈妈，然后呢我们再来第三课的时候呢，他这个画个孩子，这孩子一般跟妈妈都亲一点，这调笔的时候水分要更少一点。哎，他都跟妈妈亲一点，所以说大家看他靠近这个更近，靠近这棵树更近，就不要把它靠到它们中间啊，不要把它靠到它们中间。当然我们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哈，这里呢你还可以啊多画几组，但是我们今天就画三组，大家可以大家可以那个马上画出来。在画的时候这个就是要注意，第一侧立风行笔啊，就是也就是说笔尖向上，笔尖向下，然后这样子又顿挫，叉叉叉叉叉，就跟刻那个就是篆刻一样的哈，那个笔叉叉叉叉叉叉下去啊，下去以后这是用笔的方法啊，然后就是根据树的大小来调整这个笔上的水分。像这一棵我水分就多一点，因为它怎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树很大用那么多，这个就少一点，因为它树小。这几笔很简单哈，我相信肯定有人已经发出来了吧，对，有学员已经画出来了。这个老岳最先画出来哈，还不错哈，这三笔啊，基本上把这个冷杉的这种树的那种树的挺立的感觉把它画出来了哈。好，这个呢大家都出来了哈，当然有好多的有些学员在画的过程中没有更好的去把那个立透纸背的感觉画出来，显得我看这是水啊，你不要显得就是这个没有这个飞白的感觉哈，就像凤姿画的话就没有这个飞白的感觉这出来啊，有些基本包括这个是水啊，大川的这个也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没把飞白画出来这些哈当然这个画了以后大家看哈，就注意哈我刚刚说的几个用笔的关键的方法哈这个注意，把这个画好以后
就要去分析，分析什么呢？哎，分析它出枝。我们今天就是用比较简单的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你比方说把它画好以后，这里可能调点墨色，因为这个要调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我们同样也是这个墨色哈，同样也是这个墨色。刀把笔调的时候，把它收拢一点，因为我这里就要画树枝了，啊，这里就要画它的。一般这个冷杉啊，就它是也是那个哈，就出枝的话就是左右出枝，一样的，跟开始一样的哈。我们在左右出枝的时候，你不要左边出一枝，右边出一枝哈，就不要这种情况，啊，不要这边出一枝，这边出一枝，这边出一枝啊。不要这样子哈，这样子可能就不对哈。那怎么弄才对呢？大家看，你们说我们这里越往下面走，越怎么样呢？这个下面越宽，也是觉得鼻上没什么水分了，好，然后再加点水分，把鼻调得拢拢的。高低可以自己去调，觉得哎，这个还不够高，那我加一点都没关系啊。好，这里把它们上面过枝为正的画了以后，中间这里就要学会穿插。你比方说我这里，你看它是不是就穿插一下，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哈，会怎么样呢？会画很多，今天我们只画了三棵，那就要靠这个三棵的这个树枝的穿插啊，你看这个就穿插的很长。我这里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就这三棵就感觉好像这个里面就很丰富了，是吧？就很丰富了。好，越往下面走，基本上是悬空的用笔哈，越往下面走，这个墨色呀，就你看树枝它的就越粗，互相穿插。大家看，哎，到了下面留点空间，不要把它给，不要把它给就说是全部画到底哈，下面留点空间。我们看一下。这个穿插完了以后，三棵比较单薄的树哈，哎，通过这个树枝的穿插以后，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丰富。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画一下，
大家画好的话就可以上传到群里。如果是说还有在看直播但是没有进群的啊，同样的话您可能是自己直接报名没有联系到我这里咨询，所以没有进群，您就直接加我的手机号18870379135啊，加我这个微信号之后，然后我再邀请您到群里。因为这个每周我们基础班的话是每周周四的晚上7:30上传作业，点评作业啊。这个点评作业其实对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假如您是因为工作忙啊没有时间每天都完成作业的话也没关系，您只要每周四啊到群里来听一下作业点评，然后初学者大家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把大家的遇到的问题您在绘画中去规避掉，这样的话你就会也会有很大的进步。好，我们看一下哈，有学员已经画出来了哈，这个叫什么名字呢？沈云慧哈，沈云慧，这个我觉得穿插的还不错哈，整个用笔啊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基础啊，疏密关系啊这些都出来了啊，疏密关系都出来了哈。第二张相对而言的要散了一点哈，用笔上散了一点，疏密关系上再注意一下。第三张也是哈，第三张你看用笔基本上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我有些线条粗，有转折，有变化，有疏密关系。它这个呢，就有点散哈，就有点散。第四张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用笔要有变化，要有变化，不要太飘了，感觉有点飘了一点哈。第五张这个也是哈，就是你粗枝的线条，没有节奏感。你仔细看我在画的时候哈，这个是有粗有细啊，根据画面的需要，不是都是差不多的粗细哈。第六章这个还是不错哈，第六章整个的这个有变化哈，有变化，疏密关系也可以啊，不错不错。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先跟着画一下，好，然后时间有限哈，我们可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程度以后哈，会觉得真的是哈，这种啊。那个什么呢？手机呢？照相的手机。给大家照一张相。我们现在调点颜色，基本上哈，今天大家看，我一定要做到今天三棵树都这样子的哈，就当除了中间一棵，这个除了中间一棵这个是用红色啊，不是这样子的，其余两棵树哈都是做到树枝有多深，这个树叶就有多深。大家看，我把这个树画了以后，同样是中石花，但是明显你会感觉到怎么样，这个刚刚在画树的时候我把条子收得很拢，现在这个就散得很开是吧，就散得很开。调好以后，比如说我们画这个树叶的时候，大家看我这个点子，在点的时候哈，不一定非要每一个都要点到位哈，有些该露出来的
像这种冷杉有好多的树枝它是没有叶子的，我下面 就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树叶画出来，这个点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透气很重要哈。你看我今天不停的在提醒大家要透气，不要全部点好全部点满，中间这种透气是非常重要的哈。它这两边在画的过程中两边是不能把它画对称的。你看一般来说，你看我这边三个一二三比较多，那这个就少一点，但这个三个比较多的话，我在这下一支的时候我这里就出的比较长，它就互相一个在互相有个就是说呼应你不要两边都是这边多这边一样多，那就不好看哈。好，然后这边还要跟这边的树你看有个呼应，他们有些又连在一起了，有些呢他又把它分开了，有些块面像我的点子水分多一点，刚刚我们在画这个树枝的时候，可能有学员说这个里面很复杂呀，这么多的树枝这个画出来是不是乱，但是你看我们在点的时候哈，就通过什么样呢，我给大家说的，就通过这个点子，刚刚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树枝有多深，树叶就有多深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树叶呀，你看通过这个树叶的浓度把多余的树枝把它干什么挡住，真正到后面就是露出来的树枝才是树枝，其余都是被什么呀被树叶挡住了，你就会根本就看不出来根本看不出来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树枝很多，你看现在这里看，哇塞，好多的树枝是吧？很复杂。其实等我画完以后，你会觉得，画这个画呢不能着急，慢慢画，慢慢画。你比如说，一点一点的，你看把它过渡下来。有些地方点的虚一点，它又有东西，但是还不一定挡到树枝，主要是让它们连起来的，让它们连起来，感觉到有变化。越到下面，我这个越到下面，这些就越粗犷，点的就越大。我刚刚在点的过程中就发现，
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好，这里如果再有一只，这里再有一只的话，它们有点就有点雷同。所以我在点的过程中啊，你看我就把这两只，把这两只把它靠得近一点，再密一点，这样子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还有就是再通过这个后面这个过渡，哎，你就会觉得这只它还延伸到这边来了，是吧？它就怎么样，就做到互相的穿插，然后有前后层次。好，把这只收起来以后哈，你可以根据它情况，你可以再加一点，把这里加长以后，我这边就要跟它两个呼应。我们在画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都是从整体上来看。画到这里以后哈，那再往下面走的话就让它虚一点了啊，就虚一点了，我们就随便你看点一点，石灰笔比较这个有弹性，所以你看在画的时候，再往下面走的时候，哎，我就把笔啊几乎是打倒了，啊，几乎打倒了，把那种这个树的那种茂密感，有茂密感的同时，哎，它还有透气的感觉，把它画出来，这个明显就是这里复杂，这里清晰，是吧？很清晰，哎，到这里就感觉了。啊，朦胧一片，很复杂啊，又没有去挡住它，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这几棵树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画到山上，是吧？很挺拔这种哈，大家这可以再画一下。一般我们这个班一上完课啊，上到这个时候，基本上说声音都说不出来了。给大家讲了很多啊，我也希望呢，我给大家分析的我的画法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们基本上看了哈，我看了看这个同学们现在前面几个同学的发出来的哈，基本上还可以，但是第一个同学我们发的呢就有点对称，啊，就有点对称。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哈，基本上做到什么呢？我这边多，我这边就要少，是吧？好，你这个上面比较长，我的下面你看就往下面靠，让它这个不要对称的去画哈。你看这里一二三，我这边只有一根，是吧？只有一根树枝，它就有变化，一定要注意。然后最关键的就是透气。你看我们现在这里面哈，这些有大有小，哎，有中间的部位，有更就是每一个透气的地方它都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没做色哈，一旦做色以后，你会感觉到更加的这个
它这个里面透气的感觉更多，因为现在这里还有好多的白色的点子嘛，还有好多白色的这些在露出来，当时一做色这些都没了，露出来就是这些啊。啊，这个第二张呢，第二个学员画的哈，就是感觉到下面画的太满，下面画的太满了，这个要注意，下面要虚一点哈，啊，下面虚一点。哎，第三张这些还是不错的哈，到时候颜色一做啊，这些感觉都可以。第四张就完全散了啊，第四张就完全散了，没有把它疏密关系画出来哈。这个梁玉华的这个哈，就是你以后你再画的时候就要注意，该深的是深，不要都虚，好吧？哎，安东梅这张我觉得还行哈，这个下面虚，上面这里虽然有点乱哈，但是整体的把这个松树的，把这个就是冷沙的这种蓬勃向上的那种力量画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都不错的哈，都不错。啊，后面反正就我看看哈，单独也不要再说了。不错哈，整个来说都不错哈，但这张有张有点问题，明显的有问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知秋的这一张哈，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在画的时候呢，都是把它画的啊。一样粗，好像都一样粗一样细，这要注意哈。你看我这个在变化在顶上的时候，不是一条线过来的哈，这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有些地方突出，对吧？啊，这个是要注意哈，要注意。哎，这些都不错哈，后面几张画的都不错。哎，我还是坐吧，这个话筒。同学们哈，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就说是画了三种哈，画了三种。我一般会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进度哈，因为今天第一张画啊，这个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留的这个完成的这个哈时间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画几笔就让大家画，因为画树啊不像画山石，画山石很快啊，很快，但是画树的话它里面蛮多的这个程序，它包括了用笔啊都比较慢啊，所以说它肯定花的时间就会多一点啊，包括到时候画水的时候更加麻烦啊，画水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到时候只能画少一点，要画的太多的话那我都能花很多时间，你们再花很多时间，就一种两种。所以说呢，后来把进度就提高一点的同时，你们呢在画的过程中啊，就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一定要注意，我说的在画的过程中说的很多重要的细节，有可能我是一笔带过或者一句话就过了，但是这句话你们要认真的去听。啊，认真的去听。有时候啊，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的这种开悟，其实就有可能就是，听某人一句话，啊，自己突然就觉得哇，我一直困扰我很久的一些方法啊，一直解决不了的。哎，听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就让你顿悟了以后哈，一下子就画得很好。这种情况很多的，我有好多学员就这么来的哈，所以说。真正你们学习的时候是回看，今天跟着画呢是一种氛围，啊，是一种氛围，希望就是大家呢，哎，在这种学习的氛围上跟着我，哎，一笔一笔的画，啊，但这种形式呢，由于我们这个也比较复杂，以后呢，就是让你们肯定会觉得速度上啊有点紧张，在时间上有点紧张，所以说有些学员画的就是很快，唰唰唰就出来了哈，这没关系。这个我是觉得回看的时候你再认真的去看，然后要学会看哈，不要一定是要怎么样，我一直给大家说的，我们一定要多看，看了以后然后这个地方是最关键，动脑筋。
啊，多悟，真正的悟到了，我比如我说的，哎，要注意疏密，甚至要怎么样啊？真正悟到了以后，你再去画，你不要还没有去那个看一遍，马上唰唰唰就用笔了，根本不去想，这种呢进步不大啊！一定要多悟，看我为什么我几笔下来就很漂亮，是吧？好了，今天我们上了心悸肉跳啊，热血沸腾，这就好呀啊。这很好，我觉得这证明你已经进入角色了哈啊。然后呢，就说是今天呢就上课就上到这里哈啊，希望大家呢这用这种形式上课呢，恐怕才开始不习惯，但是我们前面六节课都这么上啊，都这么上的话，希望大家也通过这种形式有啊，给你们带来一种新的尝试，有可能会进步更快，好吧？好，同学们再见。